昨天提名制，我们看到了首相去帮我们雪兰莪州的那个州务大臣候选人阿缪杜利去那边跟他一起站台。你看到的大人物其实不只是他，事实上我们东马另外沙巴沙拉越的州首长、首席部长都一样来到， GPS 的 Chief Minister、 GLS 的 Chief Minister 都来到这里。我做政治工作15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东马沙巴沙拉越的首席部长一起来到西马，跟我们的首相一起去帮我们的希望联盟的候选人一起去提名中心助阵。他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也就是这6场周选不管结果如何，沙巴 GLS、 沙拉越 GPS 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安华做我们的首相。各位，今天我告诉你，你手上的这张票绝对要继续投给希望联盟，因为希望联盟跟国盟今天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永远把国家的利益